由着昆山科技大学针对地方政府所进行的民意调查，日前也来公布着台南市民对着市府施政满意度的调查结果，其中有满意受访者来突破着七成，同时同样有七成支持市长继续来连任。对这个结果，市长嘛真感谢有大家支持，并且会督促市府团队来继续进步。根据着昆山科技大学所进行的民调数据显示，台南市市民对着市府单位的市政满意度有达到七成的成绩，而且对着市长连任的支持度嘛有着七成。对此，市长嘛表示会继续努力，让市府团队更加符合大家的要求。这个民调哈，我们参考用了，但是我说真的，我们已经市政府团队已经做了三年多一点了哈。那这个时候坦白讲，我们对市府团队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，当然市民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需要改进的空间，那我们也会努力做啊。至于民调的满意度或者是连任的支持度，好，这些我们都作为我们团队的参考，有过则改，无则加勉。虽然民调的成绩该当作为参考使用，不过嘛是一个督促政府单位进步的动力。希望未来各方面都会当更加完善，帮助台南市变成更加宜居的城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